红警中磁电坦克背景简述。磁电坦克是尤里军队的一款奇特的坦克，不仅外形独树一帜，攻击方式也是与众不同。磁电坦克没有像常规坦克一样装备火炮，也没有像盟苏的远程单位一样使用导弹或者激光，而是一种从未被他人采用过的特殊科技电磁波。磁电坦克的炮塔正是一个缩小化的电磁波发射器，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上向目标精确地发射稳定的电磁波。如果攻击车辆、飞机或船只，那么目标将会在磁场的作用下脱离地面，失去作战能力，并且慢慢地向磁电坦克靠近。如果攻击建筑，则在磁场的作用下，建筑物内部的金属结构会逐渐断裂，直至建筑物崩塌。可以把敌军飞两栖坦克扔到水里，或者把敌军飞两栖舰艇扔到岸上。或者是把敌军载具扔到悬崖上，都能直接秒杀敌军载具。扔到建筑上不仅能秒杀载具，还能对建筑造成伤害。也可以让磁电坦克将敌军坦克拖曳到己方精神控制车附近，然后就能毫发无伤地控制敌军坦克。但并不能进入坦克碉堡进行攻击，也并不能对步兵单位进行碾压。还有他的这两句经典台词 Magnetron on standby Generators ready。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